呢、这個咧就 Catherine Tickle， 都唔係好出名噶，亦都唔係大紅大紫嘅音樂者，雖然幾靚女，不過佢有一個特別之處就係咧，佢除咗係拉 fiddle 之外咧，佢仲玩一種樂器叫做 Northumberland small pipes， 好似蘇格蘭嘅風笛咁嘅，不過咧就好細規模嘅，同埋嗰個音色是小很多，正如他所标题 small pies 嘛。